非常对。遣返初期，我们对各种反动的会道门进行了打击取缔，啊，形式上呢是完成了一次蜕变，但是实际上，千百年来延续下来的这种非常非常顽固的这种思想意识，却并没有改变，而且非常顽固。叔老，我有个疑问想问你一下。说。刚才我进门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凭着一个老公安的直觉，一般人没有。你让我对本地人的人和事儿了解许多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欢迎你以后常来，真的。说实话啊，这些年已经没有人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当回事儿了。我上小学的时候啊，学校里经常搞忆苦思甜，每次会上就拉一个大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任何人没有权利忘记过去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”好，真心欢迎你以后常来，啊。虽然我老了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想卖弄曹操的一句话，叫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用得着我呀，我脑子还行啊。欢迎你以后常来，谢谢。您还知道来啊？就你一个人？那么大的案子，那全市的警察都撒出去找线索了，那只能我在这儿待着了。洪波，我来不为这个植物人，是为找老鬼。你敢说，你对这个案子就一点兴趣都没有？哎，谁说的？说自己天生就是当刑警的料。黄口小儿的话你也信？放你的驴屁！你赶紧给我看看去！快！赶紧给我看！他不是青龙，他的刺青太新，图案太漂亮，颜料用的也不是过去的土颜料。而青龙成名的那会儿，街面上还没正规的人体店，只能找工匠刺，手工刺的轮廓模糊不清，有点像国画中的晕染，而机器刺的却像一幅工笔画。难道是我一厢情愿了？那倒也未必，他不是青龙，不代表他跟青龙没有关系。别看我，我猜的，也别问我为什么。你这猜也得有根据吧？这就是一种感觉，感觉能当真吗？
您这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想干嘛去？换个地方说，在这儿你满脑子都是青龙。哎，我这还看着人呢。你是怕他突然醒了跟你说话呢，还是怕有人来杀他？都有可能。拉倒吧，傻子才会冒着被警察抓住的危险来杀一个植物人。这个案子全国都知道了，是谁都能想到警察一定是戒备重重。可这确实只有我一个人啊。别人可不这么想，无非两种情况：一，对方知道他是植物人，所以没必要来冒这个险；二，警方故意露出破绽，诱使对方上钩。所以无论是哪一种情况，都不会有人来。哎，老鬼！哎，舒心同志，您两天前是不是去过老鬼家？行啊，洪波，连我都敢骗了，我还以为你真撒手不管呢。啊，你当我跟你一样这么没良心？你才没良心呢，我就不来了吗？说老鬼，屋里边的那对情侣呢，是一个星期前搬进去的，基本上两个人每天都在吵架，什么都不知道。隔壁的那个女人呢，可能知道一些，但是现在问不出来。崔凯的人前几天去过他房间，他被吓着了。你还想知道什么情况？老鬼的媳妇什么时候搬走？大概半个月前吧。大概？没有人知道。隔壁那个女人说呢，最后一次见到老鬼的媳妇儿是在半个月前，当时他媳妇儿出门的时候呢，手里边只拿了一个包就出去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见过他。那对情侣，中介，中介公司找人给介绍的。中介公司的人说，半个月前有一个女人匆匆忙忙来，扔下一串钥匙和一个房屋出租委托书以后就走了。一直到现在呢，也没有人来领租户所交的押金。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老鬼？不想说，那我就不问了。不是不想说，是，哎，说不清楚。半个月前，说他手上有样东西，我问是什么，他说跟公安局的人有关。非要见面说，我们约了个地方，结果他没来，后来又约了两次，他一直没有出现，直到两天前，他被人当街砍死了。开始我也怀疑他在耍我，很显然，他一直在摆脱某人，而这个人知道他手里是什么东西，才会下此狠手。杀死老鬼的人是崔凯，崔凯根本不认识老鬼，更不可能结怨，所以只可能是满凶杀。老鬼要给你什么东西啊？你觉着呢？老鬼早已经退出江湖了，如果是黑道上的东西，他也不会给你啊。你这么多年已经不在心里了。我也这么想，而且老鬼明确说，是跟公安局的人有关系。我现在怀疑，是某种证据，足以使某些人丢掉乌纱帽，甚至是性命的证据。老鬼之所以找我，是因为我跟这些人不是一伙的。套用一句哲人的话来说，
就是敌人的敌人，就是我朋友。你是说，知道我为什么不告诉你？你怕我露出去？不是怕你露出去，是怕你裹在这里边。你跟我一样吗？我已经被人踩在泥里，你还得跟这群人混下去。如果我告诉你，会影响你对周围人的判断，也可能引起对方的警觉。那你为什么现在要说？这得感谢那位植物人。马冲隧道枪声一响，所有人的视线都转到那边去了。没有人会顾及这件事情，更何况老鬼已经死了。所以你要亲自来查老鬼被杀的幕后元凶。对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暂时不需要，你帮我留一点信。我走了。公安局的人有关系，我怀疑是某种证据，足以使某些人丢掉乌纱帽，甚至是性命的证据。你干嘛？干什么呢？我是医生。我要进去探视病人。不能进，都不能进。你是谁？警察。警察先生，请你搞清楚，这是医院，我有权利探视病人。在这儿，好像你们警察才是多余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上啊！刘队长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这是我助手小张，前段时间回家放婚假去了，今天才回来呢。小张，还不给刘队长道歉？醒醒，醒醒，醒！这是那个记者在隧道里拍的现场照片，大伙一会儿在这看看，有没有认识他？舒心，你找我？嗯，我刚去过医院了。啊，是一爪刘洪波了。
你都跟他说了？没事儿，洪波这人我了解，是有些小毛病，但底子很好。他拍李月林和王福全的马屁，那也没办法，要不然他怎么在青衣队混下去？你跟他说了多少？能说的都说了。他怎么反应？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，来，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查一下小街上卖麻辣烫的老板。就这些？行，那我就不送你了啊，我里面开会呢。 有没有认识的？换一个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再换一个。 全程行动，不要把眼光只局限于马冲隧道。只要是犯罪分子们可以藏身的地方，通通检查一遍。李直，这样做会不会太……老黄，你怕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样做会不会把嫌疑人给惊了？惊？ 你以为他们等着你去抓呢？早跑了！现场一死三伤的电视新闻早捅出去了，谁会等在这里背命案？既然跑了，咱们干嘛还要整这么一出呢？雁过留声，我就不信这帮的人能在地底下藏着，就算他是外地人，肯定在本市也有联络人和落脚点。 我就是要用这一手，把他们给我逼出来。那什么，李支队，你看咱们什么时候行动？散会后啊，各自回去召集自己的人，等我的通知。清楚了吗？明白，行，明白。天哥，你找我？上车。去哪儿啊？有任务。就我一个人？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所有人都已经就位，就差你了。不是，我是说这医院里边只有我一个人盯着，我要走了就没人看嫌疑人了。废话真多，让你上车你就上车。啊。
可怎么办？现在局里抓那么多人放哪儿啊？另外，预审的人也都够了。顾不了这些了，先执行命令吧。要不然你给普富，你给市局的新来的刘局打个电话。别没事给我找事儿，那可要出了事儿，黑锅可是还得咱们背。王姐，王姐，天哥，嗯，咱这个等什么呢？等电话。洪波，啊，这两天你怎么总待在医院里啊？一个植物人，至于让你这个重案队长亲自守在医院吗？啊，我那不是想着，这嫌疑人如果醒了，咱可以问他第一手材料。你是不是发现什么新线索了？谦哥，我能找到什么线索？我要找的线索，我不第一时间就扑去了。最好别跟我玩心眼儿。嗨，那每次行动都要我们派出所配合，我这还一大堆事儿。教唆，以后你们派出所有事，我给你配合配合。我说真格的，这个案子，公安部都管好。哎，要是破了，别说你副所升正所，就是记个人一等功，那都是小事儿。你呀，少给我炒糖豆。哪次立功受奖不是我们刑警队的事儿啊？我们派出所整个一陪太子读书的命。可这回不一样啊，对你们派出所那是大有好处。什么好处？那，你平时不是说最头疼的是那些菜市场的肉霸菜霸吗？这肉霸菜霸跟你们枪响嫌疑人有什么关系？哎呦，什么你们我们的，咱都是一家人。你呀，也甭管什么的犯罪嫌疑人了，把那些平时让你头疼的肉霸菜霸，甭管大鱼小虾，一网抄回去再说。走吧，走吧，赶紧上车吧。干嘛？带走，打球呀，他。
想抢我地方都不行啊！ 这么早了？嗨，真有事儿，没办法，你们好好玩啊。回来电话联系啊。好。你好，谢谢光临，请慢走，欢迎下次光临。欢迎光临。让他快点，这么半天还不出来，让他快点。 接着砍啊！不敢，那跟我们回去吧。 搜查洗浴中心和浴城五家，带回涉嫌卖淫嫖娼人员及管理者，共计是152人。从发廊、台球城、餐厅，共抓获吸毒贩毒人员和暴力犯罪人员，共计36人，总共是236人。北面的说。 待会地下赌场一间，这个。警方此次的大规模搜捕行动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，这次是从白天开始的，而且事先没有任何征兆。联系此前两天发生在马冲隧道的枪击案，记者有理由相信此次搜捕行动与枪击案有关，但无法得到来自警方的证实。
局来了。李月莲，咱俩找个地方聊聊。都坐下吧。进行到哪儿了？有发现吗？刚刚开始。老弟，事先没有跟你请示，这是你没办法的办法。不过，这也算是一种策略。以前我破过一个案子，也是通过这种形式找到线索的。关键在于是，要调派有经验的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班子，逐渐缩小范围。一旦发现疑点，重点突破，不能有任何松懈和走过程。还有。要打破区域分割，眼睛别光盯着西安，各区县和郊区分局都要派人参加专案组，统一指挥行动。预审人员要从全市调配，绝不允许画地为牢、有挑肥拣瘦的事情发生。还有一句，我想提醒你：时间紧，待审人员多，不管有多少理由。法律规定的24小时拘审，绝不能突破，这是底线。明白。我马上重新安排人员，将一些涉及治安案件较轻的嫌疑人交给刑侦和治安去询问，把预审的重点放到重点的嫌疑人身上。我还有个想法，如果有可能。把派出所也纳入进来，当然不是全部，要挑几个所。我觉得这个案子不会这么简单。有句俗话叫“强龙不压地头蛇”。论办案经验，刑警多，要说对地头熟悉，还是派出所有优势。有时最不起眼的，而是最关键的。两者结合，都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。嗯，没人能想到，两天前还势如水火的两个人，此刻却像合作多年的老搭档一样。或许，正应了那句西方的预言。当洪水袭来时，唯有合力才能把船划出去。破案的巨大压力让两个人选择了彼此靠近。
Hello. 现在有事没？没事的话，马上到楼上去一趟。到哪儿？楼上走边室。我，哈哈哈！你什么也别说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现在上到总边室去，好吧？进来。吴总编，李副说您找我。对，坐。你是第一次到我办公室来吧？最近三期的版面都有你的文章，而且题目记得很有意思。嗯，这第一篇叫《红旗还能打多久》，你让我想起了。想起了上个世纪批林批孔运动。林彪在革命低潮时给中央写过一封信，提出了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。这篇嘛叫《大染坊》，我看见题目，脑海里就出现了一幅画面。满眼整匹的大红布劈天盖地地压下来。啊，对了，那是张艺谋电影《菊豆》里的一个画面。不知你在起题时，是否也出现这幅画面？啊，你很聪明，起的题目嘛，都有些。形而上，啊，你似乎并不想人家知道，看见题目就明白你想说的主题。题目嘛，是个障眼法，而你想说的主题是黑社会。来，看样东西。打开。我这就算被解聘了。嗯。这个桥段，以前经常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能看到，以为都是导演搞的噱头。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有人玩这一套。你看都没看，怎么知道是解聘书呢？还未泡在脑。
再遥远。